引领金融科技新潮流，落实 QR Pay 扫码支付生态圈。手机下载各发卡银行所发行的信用卡钱包 App， 在此以永丰银行的放钱包 App 为例，简单四步骤绑定真轻松。第一步，登入网银会员；第二步，到管理卡片选择想要新增的信用卡；第三步，按下启用卡片；第四步，输入卡片到期日，卡片新增成功咯。一般零售店家购买的小金额，使用 QR Pay 都可以简单支付。坐计程车时，也可以省去找零钱的麻烦。扫一下，让日常消费更方便又快速。不需输入卡号，网路消费更安心。生活缴费也可以一扫就 OK。如果绑定的是 Debit 卡，连信用卡账单都可以扫码缴付。QR Pay 扫码支付，让生活更便利。永丰银行以金融成就美好生活。